2023年5月16日，趁年轻去吴兴，湖州市吴兴区文旅招商推介会在上海举办，向上海市民热情推介吴兴文旅新亮点，全面展示吴兴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和发展成果。会上启动了吴兴文旅上海消费活动，为市民游客呈上百万文旅消费券。吴兴区委副书记、区长潘永峰表示，2023年吴兴区推出趁年轻去吴兴文旅新品牌，为吴兴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质赋能。此次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到吴兴尽享山水清远的魅力，发现品质休闲、潮玩之城的创业活力。吴兴区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朱晓芳在现场分享了趁年轻去吴兴文旅新品牌，揭秘吴兴新青年城市崭新的文旅风貌，带领大家感知吴兴的魅力和精彩。为了让广大市民有更好的旅游体验，吴兴在本次活动中发布了100万文旅消费券。下一步，吴兴将陆续为以上海为主的长三角游客派发文旅消费券。吴兴和上海两地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，进一步强化交流合作，促进两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实现合作共赢。